到公，分到公。会，啊，咱三教授，咱两人，咱可以昨天会前会开的，大家晚安。因为其实是要来做听众，啊，要来开发的哦。啊，实是因为咱好里啊，我想从一个带，把咱那个陈教授啦。我讲，我下印象，你讲的迄个天数啦，当然来影响到我特别啦。啊，我因为互伊又下看，啊，我想讲可能袂啦。啊，嘛来因为听看大家咧讲的这个地道吼，到底是所在。啊，其实咱心里啊吼，因为说。人才也好，拢一定爱活，一定爱活。你像我在微信来做团建，我目标迄个超级一超级我做到对，一直阿天阿天提供，伊我同你讲，我你是耍手唔去，你是真搞唔去，公司都贵啊。伊讲遐个讲话囡仔听无见，讲。啊，讲我父亲这听吼，讲伊唔敢讲。我讲吼，伊这事是有件事啦吼，到顶出来吼，伊是一定爱，一定爱勤改进出，对经典的事宜，一定爱真正去摸会清楚。经典的这个小建议，因为你伫经典的内涵，一定爱讲到互人会。感觉讲哦，这个有味，安尼叫做敬味。啊，所以呢，因为要有味，就是因为咱不断的、不断的爱去讲、爱去听，甚至呢，因为咱的时阵，哦，不断的解答也好啦，吼，讲课好，咱就必须有提示。所以咱活在当下，就讲，甲咱亲近的时阵。讲点么是有滴嘞？把做堂今天今天来讲，当然也无滴嘞，可能好下来读堂吼。啊，所以呢，今年啊，咱好下袂使哦，每一个班处拢甲咱占掉掉。其实安尼嘛是，大家学习的机会。那因为因啊，咱明年呢就一个来好啊，大家讲今年是不是你有谈清话来讲？我啊回答讲，这本书老弟的，啊这本书来讲好啊。哦，啊所以呢，我希望讲，因为你有曾经，那咱说你这本书都要讲吼，已经听过四遍了吼，应该大家真熟悉的吼。但是，哦，那确实，那无得继续，那亲近落去吼，其实咱也去到大陆，去到大陆，好的。所以两本书的比较吼，去到青岛跟两本书，哦，你讲看咩？迄尤其去到青岛，迄是咧讲金刚经、道德经、啊祖坛经，拢咧讲这物件，是佛法经，拢咧讲这物件，伊拢咧听这物件。所以我真早去到的时阵，迄个。好、哦，这个青岛，啊，这个刘律师、甲史律师，伊人我一概无来，无来，啊，但是伊无去，啊，伊请我去伊咧食饭。啊，刘律师、史律师去邀请一个叫做皮啦，吼、哦，皮，那讲叫做蒲啦，蒲正熙啦，伊是这个这距离啦，吼、哦，那伊伊用的迄条叫。迄、那个姓来讲叫皮啦，啊皮正西不正西啊叫皮。那这个皮医师吼，伊是呐，伊是迄个牙科医师，伊是牙科。但是当中呢，我唔知讲因为因对金刚经，伊会使讲对头到尾有啥出息。
甚至金黄金，逐日在咧背。迄个世界观，你讲着这方面，伊就先做清楚。啊，咱好嘛，毋知影讲，因为伊对金黄金较清楚。咱好，当着金黄金了后，咱连续一点半钟，我含讲点半点半钟来金黄金，伊到尾百分之八。黄老师，我对金黄金有咧研究咧学习，但是我毋知影金黄金伊实在是。有遮尔啊恶名伫内底，你啊看不出遐内涵。伊到后日啊去，有机会去，伊特别出来听我，含我对谈这金黄经的物件。啊，所以我同你讲袂讲，因为其实金黄经也好，六祖坛经也好，心经也好，甚至呢，道德经也好，迄种相通的物件。拄则，咱互我离迄个青岛。迄一位韩小韩，阮叫韩老师小韩。讲，黄老师，黄老师，你是不是会当写一本迄个心经啊？写本心经？我讲啊，心经真是大堆，真现在三万是大堆，啊，解说是大堆，万五九是大堆。伊讲吼，甚至讲你会当亲自写一本经，迄个叫心经。我讲，迄一本心经写偌久呢？毋是随写随好。咱我嘛是很拜，啊，我嘛是想讲，我嘛是咧学习我。其实本来若要人变，咱还太嘛是想要去写，但是咱无合拜的物件，你无去写就袂使。所以咱吼正式的这部啊，这个心经一十七页、二十八页吼，咱甲写好。啊，所以就是。我想讲，阿都一寡咱的错字吼，还是寡小字点，遐点唔对吼。咱请的时阵啦，迄个个方面上吼，改成做一个孝顺。讲起孝顺，孝顺太差，很多也孝顺不了。当然啦吼，因为这是题外话。不过因为因啊，讲到这部玉作断经的精品，其实啊吼，这部经典。上个重要的，也拢是头一页，你会记住拢头一页。头一页的含义若讲无出来，这部经典就讲了失败。比如《金刚经》，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一下，一时就不同，一代表着亲人报的难过。内心不是喜的，一起报；有笑一下，一时不必想到出轨，一定会出错。或是必须，或是作为副作之作。伊这段话，就是这部《金刚经》的一个名。共命命，六祖坛经头前七大位，就是啊，就是命叫做共命。啊，伊内底伊是咧讲啥物件？其实有件啥咱个看法？伊内底有啥物物件？咱看袂出伊个物件。啊，别做小红衣啊！哦，啊，着念念念嘛是，继续念在出在骗。比如讲，今日因为一部经典的引流，一二六大生肖。六大因缘啊，讲起六大成就，没有六大成就，因为伊基本上我拢讲一个观点。哦，啊，伊六大成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讲心有、心无。第一来讲啥物件？讲时，讲时。第三是咧讲啥物件？大欢喜。第四是讲啥物件？舒心做处，舒心做处。
平时你说这个部分重点是，因为你若要说，因为对佛，离金刚经的含义来考虑，第一个物件就是讲，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信，信成就，信成就，信成就，这个叫做喜成就，喜成就，这不叫成就，绝对不可能。哦，叫做处，处所，处成就，这个、叫做呢，住成就，恭敬的住了，这个、叫做呢，啊，讲成就，这个、叫做无成就。这叫做六大利益，这个六大利益伊是安怎解释呢？因为第一个单标就是讲行有品，什么叫行有？这个行有的解释就是干哪，他已经走过，已经走过来，行有就是讲已经行过来，是安尼行过来。咱上山人是毋是问下山人？敢问下山人？吼、哦，恁问下山人？无，敢无迄个，敢无迄个哪啦？敢无上，下山日咧问上山日，无迄个道理。因为上山日是去到山看啊，足济了解山顶有足济物件。因为上山日要去以后，伊甲问上山顶有啥物件，伊甲看足清楚。啊，伊即个就是哪？那做就是因为伊行过物件，所以叫伊他已经有证，他已经证到。今日去伊若要行回，伊安尼个讲是做啦，做环境。所以第一方面就讲经验，所以今日你来知影。你一个法师，伊若无了解经验，要讲一部经典来听，绝对无可能个物件。所以呢，因为这个物件就讲行有品格，伊是咧行到行有品格到地，这个物件咱得甲确认，就是因为伊已经达做回了，已经完全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哦，佛法的大义，伊足清楚。伊到我讲，你阿要互含即个叫清凉包的人，伊即个叫即个今年在属即群人当中，离即个所在归去属即群人当中，吼、哦，拢总一千外名当中，即人离遮个跟你说个人听，啊，无用个呢，跟你说个人听。所以呢，因为即个地点叫做新成就，第二叫做时成就。这个时无因缘无成就，时的因缘无成就，咱无法度落去讲经说法。所以《金刚经》内底讲到当中第一就是讲如是，如是就是咧讲是成就，如是都叫做是成就。我们，吼、哦，如是我们一时叫做是成就，是成就，如是我们。一时佛住成就，再笑一声，叫做处成就。一等上上顶，千两百五十人富，我们叫做处成就，这叫做上成就。尽管这是以《金刚经》伊内底所实现出来伊的境界。如是我们，如是就是讲啊，就是讲心成就；我们就是讲无成就，时成就、处成就、住成就、常成就，这个是六大连接。所以一时就是金刚经内底，如是我们一时就是讲这个物件。先在讲时，因为我讲什么时、什么时、什么某日，当然已经六祖慧能，甲是已经。多久？一千三百几年，离佛陀甲这两千几年。如果今日去，伊若讲一个某时某日，伊离到这个时间已经走成作这去啊。所以呢，因为佛伊是一个大觉者，因为伊太唔知影要用什么方法，所以讲伊讲叫做一时，等于六祖慧能叫做时。这个解释叫做呢，叫做师之道。
师资、道德、听说、收听、收听究竟，这个时应该说用这四字，这个时用这四字来解释。师就是老师，资就是学生，道德今天就是有老师甲学生在遮，当然当这个因缘成熟，今日若拢无来，行我伫遮，安尼叫做因缘无成熟。今日你若在遮，我无来也无成熟，我来你无来嘛无成熟，所以叫做师资道德。但是讲的、答听才够最最究竟。但入下这部金刚经，但入下这部六祖坛经，这个事的解说，就是解说这个道理，叫做师资道德。所以呢，大师今麦来，接他等下吼，大凡师叫做处，有这个处所。所以当然，咱过去吼，已经讲，就是我们一时混在，什么所在？孝祥基丘吉波陀园，叫做处，迄、那个处所，这个处所是一个所在，哦，这个叫处成就。如果若无这个处所，无这个大环境，这个环境，未落去空间所在。所以当时佛陀伊，当时因为伊基丘吉波陀园，这个故事我过去有讲过，基丘吉基德太子，哦，这两个。伊就佛陀中间两个人建立了一间啊，一间真相，所以这个叫做处，有一个环境跟感应说法，哦，所以书先者处，如是我们一时分，分就是讲啊，这个分就是讲住心修，哦，住心修，这个主成就，这个住心修。但是，因为咱个做环境叫做舒心者处，舒心者处的已经大师已经去到叫做法王座，法王座，佛已经来到这个法王座，叫做哪？叫做住心修，有一个恭敬的处啦，这个、叫做住心修，所以叫做舒心者处，请两百个人，今。伊人叫做众生咒，众生咒里佛陀来对当中叫做和合身，和合身，和合身，和合心叫做众，众生咒。那佛陀来对当中呢，以前叫做和合，还叫做身，身叫做身人，但是伊家所看到的呐，就是包括。和尚，包括道教的，包括儒教的，包括哪？包括一吼、哦、做官的，包括迄个叫义乡，所谓俗世百姓，拢伫这个所在，伊这叫做众生咒。这个众生咒，甲离佛道上叫做和合身。啊，你这要听的，你这个一千多名当中，要听到六祖慧能来说法。一定达到一个念头，叫做六合身。先那因伊无合，伊绝对袂当做只听。比如讲，今日你得到啦，啥物啊？你得到啦，因为你得到，你嘛爱困咧，你袂使伫遐主观讲，我这是得到，我才一直在听你佛教。哦，儒教诶，来，我这是儒教，我才一直在听你得到，因为他没有合，他觉得不可以。哦，啊，一直在照着六祖慧能。迄、那个概念，人安怎背下，人安怎背，书经做出，啊，大家要安怎用迄个背力来照应，所以迄个背力叫做哪？叫六合身，迄袂使完全，袂使无合，无合当中，因为伊袂当用力来去说话。比如咱今日去来讲这个所在，咱到底要规矩，几点开班？哦，啊，着照几点结束？啊，就叫什么班规，大众请起立，前到三级宫，滚到三级。啊，你若拢得起来，人大家拢起来，你叫按两节哩啊！我这是道教的，我这是佛教，我才起来，你滚到三级宫。
那安尼你无通多钱？你既然咱来啊，你只要头爱低下来，你这个头要低下来，你这个头低不下来，那对不起，你里面什么？你里面什么比较文静说法？一定要大家都没好嘛。所以咱叫做借耳同修，哦哦，口合无声，哦，异耳同悦，见耳同解，利耳同听，哦，啊来再起来那两个什么六合声，六合它一定要合，所以这个呢，这个呢，清国啊，原文发扬，哦，这原文发扬，这个原文，我希望听到发的这个发扬，哎，怎么这个发扬？我问，我但问发的什么呀？的重要性。我但问，我要听发的重要性。我问发扬，好、哦，叫做问清楚。因为这个问清楚，就是讲这个发的重要性，会当让你变成变成身份。因为这个发，那你讲到一切发，你讲到这，我无讲到我到底我心性的发，我的身份。所以因为我发的电话是对，你对着所在，发的电话是我的后边一部分。大众大师各种法，先地性，或者出现本土清净，但出现必要成分。哦，先地性，请方慧能，因为先地性，请听慧能，听由伊的示意，这段是后边。所以这四句，或者出现本土清净，但出现必要成分，这个发现。这段学着发扬，所以因开门见山，就是已经讲到主席。什么叫做主席？哪边来讲公平？主席，菩提主席，主席，本主清净，本来清净，本主清净，本来清净。
二公斤的公斤啊，叫做平心；二公斤的公叫做平心。但是因为公斤后，你大概看到这个二公斤，啊，这个斤叫做体，叫做见性。所以平心发挥了后，你大概看到斤；无发挥了后，你不能看到斤；无平心，你不能见性。但是伊毕竟能无受名师一直开智慧。一直用慧开智慧了后，你看到你的自性难，所以我们是不能讲无力从明信万回，不无明所为无光彩。因为你今仔日只拍电话无开到，你今仔日要找啥物件，你绝对找无。你今仔电话跑到了后，你今仔要找要找物件，正简单就当找到物件。但是因为咱拢离找物件，离无明中要找物件，正。唔过呢，咱接触上天助力，天德降生，所以后来得到这妙地妙慧，所以这明心才建成了哦。但是，但用初心，这初心叫做哪？叫做妙用。这初心嘛，叫做助性的功用。这个初心叫做助性的妙用。一年都讲，今仔日。何其自性本无清净，本无生灭，以本来具足而内底当中。何其自性明心万法。如果若无这个单量初心，这个妙量无出来，里边那是个成分，这个叫做空，这个叫做有，这个叫做空有不离的合，空有不二，空不异有，有不异空。好、哦，色空不二多方圆。受空不二心柔境，想空不二成空天，啊，行空不二观自在，事空不二啊见如来，息空不离，啊，受空不离，相空不离，行空不离，息空不离，安尼哪里当中空有，它是不二的。你再讲色为空，空为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它不二的人啊，他知了成佛。他就知道什么，因为你自信启用，所以这句话是讲六祖大经伊内底的一个核心重点。所以办文发表就是讲这段话。啊，这段话大家叫得来，大家就是讲办文发表，话大家叫得来。好，因为咱再来看这物件，当然伊这是叫做法论，法论来讲。因为这四个六个领域，包括也发表，我们这些全部要讲出来。因为你六祖禅机，因为你把太深的功性里面让它调，因为你给它太贵，你给它盖社会，它重点放在哪里，我们不清不楚。所以有点像两个天天花板刷啥，你那个分析出来了后，你的哦，这六大领六大领域。六大成就，你没有缺乏一个成就，他这一部经，他绝对没有办法讲下去。所以一定要有这两个营养，好、哦、啊，这个叫做法要，啊嘛叫做六大成就，好、哦。啊，当然，咱都讲讲天游，就是你啦。当然，老造天游嘛，这两个都叫做思想波罗。这个天游，虽然。哦，这个是实相，实相。什么叫做实相？我不是用想的，我不是听来的，我是实在行过的。因为这个解释，我是实在行过的，啊，我嘛实在见到的物件，就可能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外，我到五楼，这是分，这是分的正常，对不？我唔是用想的五楼，唔是文艺看的五楼，我已经飞去到五楼的实相，我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哦，这个呢，行有，很简单的道理，我已经证到，觉得信，我相信绝对是成就的。我今日没有懵懂，我没有含糊，哦，啊，我无污染，我不随便讲讲，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信成就，好、哦。来，就是讲时，哦，当然这个时啦，吼、哦，给咱台湾听众讲，
这个师父道德啊，说听就听哦。这个习，无这个习，今天无有一个啊，咱这德亲啊，无有一个讲师的主人，这个因缘，这个时阵未成熟，不成熟的事情，我做啥讲啊？今天这个习无合，就是讲，那大家出无用，啊，大家拢去都。讲咧无，啊！你用这个词，你来做在讲，什么人要听？吼、哦，所以你这个词嘛是一个正确吼。当然，大师至宝莲，小经微气数，这段话啦吼、哦。当然，这是咧讲，因为迄个南华寺做客啦吼，伫宝莲道场啊，伫广州小馆，其实这个问题，这个所在咱无去过。因为当时咱六祖慧能是去东山寺伫湖北啦、湖北省啦、梅园县啦，这是咱当时啊，咱六祖慧能伊伫行一个外围，行到湖北。那伫湖北是伫底呢？湖北是伫北京的较顶端，北较一点较顶端，较顶端嘛吼，较一点。我听较东北个较对个所在啦，因为我听因咧讲。哦，迄湖北省，离广州去到遐，大概千分公里啦，吼、哦，1000多公里。但六祖慧能行一个外月，一个月去到迄个所在，所以伊得到法了后，伊就倒来到广州，哦，而且了个南华寺广州，即玻璃道桥即，哦，即了个广州，伊即个。这个孝文结义的这个跟你来这讲得很清楚了哈，讲得很清楚。啊，这大话是讲什么意思？超生意，超生意。这大话就是讲，六祖慧能，他一心无二心，所以他一的贤呐，所以叫做一心。今天今，那叫咱对着命行到命，对命到命，咱就是无人命。既然疑心起起来，后发多惊久，要惊来到，要赶紧去行倒来，免得叫坐车来，咱就无人买啦。是毋是咧？六祖慧能行1000多公里哦，当时佛等一时不失时，就一时发现孝义大神必须不必声叫处地去另外不准发起心发，是啥物负责人生？伊当时用某一个卦，大家再来行7公里外，才行倒转来。哎、欸，迄人去望心，迄人去提心，大家就惊这样，我食这顿饭才辛苦。啊，若安尼当中，敢是搁受着惊咧？哎，咱今日去，咱若想看卖咧，咱这条，咱受着这条心有重要无？嗯。咱这条心有重要无？六祖慧能行1000多公里，他没有得心。嗯。迄个人啊，他叫做思想波。他思想，因为伊用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因为伊无一个我无一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因为伊咧，伊一心咧行过伊一生的代偿。咱讲一件，咱今日去离修万道内底当中，咱若有六祖慧能的一半路啦，万古万代上佳呢。不得东西，因东西因出入往返，哦，以出入往返，他完全没有一个念头，所以伊第一批人的这当中，伊到了后也是阵不得了，讲不出话都无，哦，讲不出话都无，还叫做哪？还叫做出入往返，他没有动了意念，他没有动了意念，迄假是真那天地会。迄只是咧清净无染物件，所以你迄个内内底当中讲走出他的思想，迄阵当时甲伫迄个时阵，六祖慧迄个释迦牟尼，吼显现去请佛，就是释迦牟尼，讲释迦牟尼有大众中即种造起，跟咱有法有这个在即种问题的发言，吼起有世尊，如来显现念诸菩萨，如来前显护说诸菩萨，三有无？有种位无？世尊，有显人之显露，就发阿弥陀的三宝三宝的心，不能令诸人含疑心，
好，讲到这个所在，佛陀安怎讲？佛陀安讲？现在，现在，如你所说，如来显如来诸菩萨，如来显护相诸菩萨。这段话是佛甲释迦牟尼讲。如你所说，如你所讲，我就是安尼对。你第一份内底当中出入往返，行事作恶，我实现着迄个思想不了。我没有动一心，我没有动一念。所以呢，我伫遐就行啦，行迄个三业，三业是咩？心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意业清净，叫做三业清净。所以，那讲如来显佛能诸菩萨，哦，显叫做心业清净，叫做意业清净；如来显护相诸菩萨，叫做口业清净。伊用着伊出入往返行事作恶，伊实现着呐，他的十相般若三业清净。好，恁大家看，恁才看到无？该讲第个说法才看到。伊讲，吼、哦，伊讲个时阵啊，伊讲啊，大家赞叹说，赞叹啊，如来显赞叹佛德，如来显老人出佛山，如来显不出出佛山。但是伊虽然说佛山。师父在讲出了后，佛陀爱甲证实啊。伊甲讲，现在如你所说，就是如你师父在所讲的，我如来就是现佛的诸菩萨，现不所诸菩萨。我的行诸作恶，我拢就是恁的教材，叫做身教。身教，身教，一律圣言教，我拢无讲过半句话，这叫做密语密说。离佛家来讲的，离佛家来讲的，作于就义，恭敬是敬言，真语真敬义。现在讲密布经言，就是无用出讲出来物件。我若用出讲的物件，叫做显现、显义、显语。显义就是讲我讲出来话出来，你后下个人走进去。唯有就是因为密语实相般若，所以把众语言提供到这个所在内底当中，因为伊在四句波林消极未计数，吼、哦、消极未计数，一观了有三千数，吼、哦、处理家中的代志还是更好。当然，伊这段话就是因为既然这段话后边段话就差不多了。今日你读作业，一定是哦，你迄两个啊，这两个同乡是伫乌北县，一定要倒来方法。这段当中啊，就差不多是第二品，就是金光经的第二品咧，开始是说菩提，哦，带了一千多名弟子啊，来听佛陀伫咧讲经说法迄个因缘。哦，所以伊就出于在欢喜，你讲等。为大为众开言说法，所以为众开言，这个言相重要，这个言相重要。人口中是讲言，言，好、哦，这个言有甚重要？因言不成熟，因言不成熟，佛法不成立。所以你今仔日就是因为啦，为众开言说法，就是一言已经成熟。今日，咱大家若无这个佛缘，好、哦，没有这种因缘，你无这因缘，无这佛缘，你来到这里，你也拢未成熟。像咱今日来开经典，咱出少啦，咱佛门上面嘞，这两个和尚刚做大经，人比咱较济。我绝对不骗你，伊个桌仔摆个坐到，牵着坐到旁边那个，我在桥底下咧坐，啊，困到咧，较少。即个咱爱上，变来听经典的人叫袂出，可能这个问题嘛，因为不成熟，大家对听，大家对听经典的迄个热度，大家对听经典的兴趣无嘛，好、哦，所以无当纠正。这个错出了这个因缘嘛？好、哦，因为你无有这个因，听经不言；你无有这个因，你无有这个因，就这个因，
来，当时佛陀，伊讲《法华经》，先让五千弟子离相，避免不成熟，听无，听无，佛陀那个这个叫做骄阳拜崇啊，生不出佛经话，一听无嘛，今日咱一卷弟子讲到三宝心法来讲，这是那个讲起叫做最上心法。如来为如来为上行者说，为法最上行者说，用幽人修持独心出经，如来实地是名，实见是名，该的心就不可留，不可轻，不为别，不可随空境。如理如是明定，就有何当如来阿弥陀佛三宝三宝。今日咱要学懂着弥勒的大愿，但是咱要去对大乘经典、大乘三宝心法。我们没有深入一去一语归去，咱是要给什么物件做好啦？咱是要用什么物件去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咱出去到地，咱哪啥？咱无学。咱出去到地，咱哪啥？咱无物件。咱出去到地，咱哪啥？咱爱物件，咱无用搬好了。是什么物件？因为台湾错失了好几十年的岁月，因台湾遐尽着参详啦。听则万事如可也，一心度于宇宙，永灭无我生欢喜，如是智如为说。因大家记得参详啊，参详这个台面。但是你有最后吃无？你看最后吃，但是你无最后吃，一直在海面嘛吃无呢？吃无，因为你要去行嘛。所以今天你这个为开言说法，那已经六祖刚经讲的四遍，六十层讲过四次。那对六祖坛经的概念，对六祖坛人的深远意趣、意理归趣在哪里？对不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好，我其实我是讲《金刚经》，那你人家工作不完，如果无人，如果无人，也许可能我讲了，无富人听啦，吼，爱多去讲了有含的意思。当然，这嘛是咱台湾的故事，啊，咱台湾嘛是在进步。但是我相信讲开关有用，大家呐会咱互相共勉共学，大家会咱加强得到一寡呐一寡好处。但是咱对学法，咱爱上特别无兴趣，这是我的感觉。像咱那学法，请这么说，问咱学法，姐，咱这个开平店，我开了做办公室。当然，以起码您的领导叫你们去处理。好，啊，但是你们的电视去讲，当你电视那么低的当中，要获取来讲，获取才来讲，要不然都很辛苦。因为我讲不了听无啊，换你来讲，好，可能大家有这一种的，不然我这个音乐不成熟，哦。报名一样，无下班的副厅，所以这个一年之下，非常开眼说法的物件，一眼不成熟听不懂。好，有老师讲，这个某件人件，就是典型，这个基本出片不能听的，他小明应该是六种。佛陀在《金刚经》的十五分，好，看你们是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去，那今天去拍法。我们真的要走进去，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物件，真的要走进去。第一就是讲呐，众生会当得到利益；第一就是你会当得到利益；第二，众生会当得到利益。因为你会当得到利益，众生就会当得到利益，这个一定重要的物件。所以我希望讲，今天哦，咱会当在这道当中啊，这种因缘非常重要了吼。所以微信分来电当中讲过，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哦，我们无间缘要不断的精进了哈。哦，增上缘，不断的精进了。所缘缘，无间缘，无间缘的意思就是说，不断的。所缘缘的是讲传承相续，继续的传承下来哈。所以我们这个这种的佛法经典。它的教义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讲呢，各位会当真正哦，这个开言说法，伫迄个时阵，咱无做，咱若做非言，那真正书简者错，迄个当中，技术官官僚三七五人啊，见物件，就是咧讲啊，就是讲哦，当时嗰个千两百五十人有骗物件吼，所以伫迄个时阵呢，有一群人，当时作对无人发现。当时作对啦吼，当时作对就讲，因为迄个整体嘛，而且叫做整体，没有无讲恁作对伊捌作对啦吼，即当时作对原文发表，就是求问到迄、那个啥物件，就是今日起，咱即众生要爱，迄、那个思想的发表，思想的发表。啊，思想的发表就是我之前咧讲迄段话，菩提树是本来清净，但是初心也表示迄段叫做思想的发表。但是迄段若各有入听有好势，其实后壁迄物件拢无离开这四宝位。菩提树是不求清净，但是初心得了实果，无离开这物件。它是空有不得道学，哦，它是一个哦一个思想般若、观照般若，以包括文字般若。因为反正妙用出来物件，都是一个哦一个相应妙用出来当中，拢都是已经完全无了哦。所以呢，今日你恁若做会员啊，虽然你新入片的内底一段话，虽然哦无解写句话，但是伊基本上在恁涵盖的真深的含义伫内底。所以我希望讲。建议咱会当后壁，咱开始讲着六祖慧能伊内底点点滴滴相关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伊点点滴滴相关的事情内底当中都有涵盖很深的道学在里面。你莫讲哦，伊这个伊的这个行为物件，写天慧能行有德华四义。你们看，伊讲这这物件，就是讲拢讲伊实相的东西，伊实相的波罗，好，咱再把伊的其他个伊实相的法义把它讲出来，就参照我之前讲，咱六祖东西分得来，计出去观观的来，对当中，伊哩就是去哦，娑婆地发觉变，啊，娑婆地发觉变，娑婆地大念啊，哦，大念啊，甲讲出来，哦，啊，所以伊在当中六祖慧能。也许伊过去行书做好，万一趁着当分得小奖，但是伊的弟子什么人发汗，大家记载起来。但是伊在咱人生内底当中，也着咱悟出真侪物件出，吼，会当透入咱啊，这个一贯道，吼，咱道中第三个心来着，你甲灌入伊个内底，拢袂通的物件。啊，这是因为咱学合，啊，因为然后啊，做这个机会，啊，有这个福报。啊！你现在当掉，含恁大家啊，做一个啊共勉啦吼！啊，希望讲今仔日甚至未来，咱真正咱领袖、咱组长，把咱的德亲真正爱给叫出来，因为真正爱叫出来，好不便宜，因为两点钟的时间尔嘛，吼、哦！啊，一个月嘛，咱两班还是班，两班尔嘛，啊，一个两班都无出来好。人无道德来到遮咧，咱中个赢人叫袂出；咱新娘早出来到遮咧，咱中个赢叫袂出。这是真诶，真叫够可惜啦！啊，所以你想听啊？哦，咱啊，甲算算，哦，才正常。哦，啊，一个爱上这块道场，大家伙来听来做观听。我今日甲讲起，这完全是完全是一个哦，完全整个道场几乎都是停止的物件啦。啊！咱后日啊，今日去见人才，无培养起来，要后日要安怎出去到大陆甲人接接，没有讲道理，对不对？所以咱嘛是真正担心的物件啦，吼、哦！啊，所以希望讲，基本上，即摆呢，有咱黄先生的书，啊，陈先生的书，你该传到房间吼，啊，咱大家开有用的啦，吼、哦，安尼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道公，一起闭班。
向基隆五行三公里前到宫，在宫三宫，感谢父亲的慈悲宫，感谢铁人师慈悲宫，昏到宫，在宫三宫，感谢父亲的慈悲宫，感谢铁人师慈悲宫，一起直降。向基隆五行三公里前到宫，在宫三宫，持驾不全人宫，持驾不全人宫，送驾给人师宫，昏到宫，在宫三宫，持驾全人宫，持驾不全人送驾不全人。送驾，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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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